为资深仔仔，要追小说、看动画，还有打电动，一天24小时怎么够用呢？没关系，现在新斗罗大陆就要来帮各位一次满足3个愿望，而且在传统推图系统上又新增了走位系统，绝对值得一试。由唐家三少同名小说授权改编的动画卡牌新霸主《新斗罗大陆》在台湾、香港、澳门正式开战，原著小说超过6000万点阅，动画观看次数更是高达160多亿。《新斗罗大陆》在游戏中还原经典人物场景，代入感突破天际，再次带领玩家进入精彩的斗罗世界。作为拥有崭新格局的战斗卡牌手游，游戏系统当然也独创一格，有别于传统卡牌战斗的思维，新斗罗大陆引进走位系统，过关推图不再是无脑放置，远程近战、肉盾辅助等走位都有赖玩家的精准操作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。想要在战场上呼风唤雨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最刺激的竞技场 PVP 系统当然也不能缺席，想要立足于斗罗大陆吗？那就先跟其他魂师们来场公平的对决，赶快搜寻关键字下载，一起燃爆新斗罗大陆吧。